生，公司要六月生胞胎啦！为什么你这么无讲道、无讲理？当初死人我有讲过，定是在不杀你。但是啦，天公大赦无台了，为什么我老大哥已经死啊？现在到底什么道理？不杀你，那你以为你我老大哥会死？我恨你！我恨你！不杀你！不杀你！我恨你无讲理，恨你恨到死。你不会去，那才有准备来砍死，才不杀你哦。